陈虎今天投模拟赛，归期未定。记者罗志鹏社，记者罗志鹏台中报道，中信兄弟20岁年少投手陈虎，因右肩发炎长期缺阵，今天他首度投模拟赛，总计丢30球，状况还不错。兄弟总教练施耐德表示，陈虎今天丢30球，也投了所有变化球种，虽然身手还没完全找回来，不过状况 OK， 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至于陈虎何时归队，施耐德说，陈虎变化球还需加强，下周会再投一次模拟赛，观察状况后再做决定，也许在下一周就能出赛，八月底，不过还是要看到时候的状况。陈虎上一次在一军出赛是7月19日，本季拿下3胜3败，一次终极成功。防御率 4.43， 中信兄弟投手陈虎。资料照，记者陈志取社。